아니, 시간이 어떻게 되는 건가? 봐봐. 好，这个帖子呢，可以看到啊，右上角就是上帝之鹰发出来的。中国新闻网啊报道，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，当地时间，什么叫日本放送协会？新闻协会的意思吗？当地时间三日下午3:15，日本东京市中心一栋建筑发生爆炸，附近居民表示啊，在听到一声巨响后，发现有建筑物着火，现场弥漫烟雾弥漫，玻璃碎渣是散落在街道等等吧，周边有这个办公楼、商店、餐馆，人流密集。上帝之鹰下面这些个评论的这个朋友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这些个评论，都是让人挺炸裂的。不过也正常，他们就天天也就是搞这些，什么日本人不值得同情啊，必须点赞呐、啊，但愿日本人有事儿就好啊。今晚喝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开心，是吧？什么多死几个不更好吗？什么好日子啊？这些个人也不知道他们是真诚的这样说呀，还是有谁要求他们这样说呀，还是他们拿了钱只好这样说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些个说法都挺可怕的啊，有点反人类。